身运动休闲装的倪妮现身向往的生活很是接地气，黄色的 T 恤售价79元，而鞋子竟然是59块钱。这双鞋虽然便宜，但经常出现在她的私服中。前段时间机场私服一身休闲搭配，穿的还是这双鞋子。倪妮说她比较懒，所以穿搭也很随性。她脚上这双鞋学名一脚蹬，顾名思义没有系鞋带的麻烦，脚一蹬穿上就能走，而且时髦又百搭。最近很火的徐峥前几日的机场私服一身休闲装搭配可爱的一脚蹬，很是呆萌了。赵丽颖身穿蓝色连体裤搭配白色的一脚蹬，条纹长筒袜，帅气又可爱，时髦极了。沈月白色 T 恤搭配牛仔短裤、风衣外套，白色的厚底一脚蹬，可爱又简单。这样的穿搭可以说是弥补了她的55分身材，虽然拍摄角度不太好，但整体还是非常 nice 的。搭配这种裙子、短裤都能 hold 得住。还有今年烂大街的穆勒鞋，同样也是懒人们想时髦但又懒的救星。穆勒鞋可以说是风靡全球，人人都在穿，没办法，实在是太舒适太百搭了。